的现象。这个是 lost 的吗？起来啦，随便拍拍照啊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架飞机不是假的，是一架真的747班机，特别为了这电影一破坏的，是在电影场吧？设计概念是来指导员斯皮尔伯格，请看一下这个访问，斯皮尔伯格。这是脸的生产设计师 Recorder， 他说这个在现场的设计概念是来自导演斯皮尔伯格。这个是导演，他就是觉得如果一架飞机坠落在人们住的地方的话，这个情节就很特别，不是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很简单的一个设计概念，但是结果就很壮观了。是明星汤姆克鲁斯，阿汤哥。开车那个，这个是阿汤哥。那准备将车子开到哪里？谢谢。这个电影很受欢迎，世界之战。他们在拍摄这个电影时候，总共使用过500多个不同的特效的镜头，在过去几十年来。